Number 12 十号快攻猛扣灵活跑动 Rafael Penny。And now starting fight。那做客的台钢则是身穿白色的战袍。哦，超掉了。拉斐尔在一开赛就来一个快攻的双手灌篮。这个阿修罗的一个接应了、啊。对，哇，只能说布拉传的也有点大意啦。是。哦，你去看到他有的一个机会啊。再给到拉斐尔，他开赛几次外围的尝试都没有命中。四十五度角，金德伟投进了三分。对。艾伦弧顶，找拉斐尔，往近一点带，给到艾伦，漂亮的给球。哦，艾伦今天利用对手掩护之后哦，下滑到内线。这一个运球有点危险，艾伦在篮下，再往外给，底线吴彦伦得分开张了。哦，抱歉，是卢冠轩。对，哦，这波卢冠轩在底线，先给拉斐尔，再找艾伦，艾伦单打阿修罗得手。得到十分了。哦，拉斐尔这球点得不错，阿修罗把球救回来还是掉。好，前面全都是太阳队的人了，这球飞得够远。哦，利用防守。对。哇，前面这个球，哇，一群的扑抢。来看一下他的起跳点在哪里哦。哇，这个球展现了他过人的运动能力啊，这传球动作。卢冠轩从左路切到禁区，虽然差了一些，后面还有拉斐尔。阿修罗想硬打，篮板球回到太阳的手上。卢冠轩露出了海般的空档，马上把握。阿修罗弧顶是他最常埋伏的外线的地方。哦，拉斐尔赏给对手大火锅。掉。五毛受到对方的干扰，球没有进。这球因为猎鹰有碰到，所以并没有回场。第三节的开局，白萨在底线开火。直接给到拉斐尔的手上去，不敢讲的推进，结果布拉也没拿稳。对，拉斐尔接着阿修罗，他用一个给卢冠轩，还剩七秒了，拉斐尔决定投三分，在关键时刻被他投进了。五毛一家往里面切，后面还有补防的拉斐尔球出。猎鹰是23罚中12，太�阳22罚只有10中。哇，菲斯特这个失误也比较不应该了。打苏玉兴的内线，但是打不太动哦。嗯。所以反过来莱斯这个点在打本土球员的对位上面就有极大的优势哦。哦，跳得够高，拉斐尔。先看一下这是拉斐尔，拉斐尔的补扣。哇，在空中停很久啊、嗯！哇，这个头都快要跳超过篮筐了。39-35，台啤领先4分。白上底线的3分空心。哦，这个球是江东。哇，周柏勋好像有点客气哈、哦。吊给很赖的空中接力灌篮。哇，就好像对于进攻时间。比较 miss 掉，哇，这个球，哇，给的很高啊，高的。我觉得起跳的距离也相当的远。嗯。金恩给一个地板球，一米深被盖掉。这个传球算是相当不错，但前面这边哦，直接是闪了一个大火、嗯。过去是在非洲的联赛打球，这边在我们禁区里面走，开出了一条路。
现在又是守了一个区域的防守，拉菲尔抢篮板球，补进两分。这时候把球传出去，给到卢冠学在底线的三分出手之，巴特比特。所以现在回到了十分差，72-62。戴尔给到巴西，想要给球，球被拨了一下，发生了失误。这边。